我叫做林永宝啦，因为啊，我寄文给我啦，为六月啊，二八号啊，讲二十届理事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发给我的文讲，我的劳保啊，为九十二年啊，就失格啊，啊哪会使安尼做呢？对不？敢那无政府共款啊嘞？征调的官啊哪会使去占这个民调的官呢？啊，唔多我从事1907年6月20号啊，吼、哦，啊嘛有个补办啊，啊那为何我会退回呢？啊，我迄啰簿仔内底啊，拢有交钱啊，啊嘛会员嘛有交200块啊，每一年为100多年到现在都是有缴费啊，为什么还给我退回呢？啊，前朝的人可以20届可以退到92年吗？因为92年，他说92年就把我注销了，这样不合情理嘛。对呀、啊，重新办理啊，为1907年的时候，嘛是蔡元荣理事啊。啊，为何伊当阵无搞我审查呢？我劳保三块拢领呢，对不？啊，即嘛会员嘛搞我退掉，安尼敢合情理吗？对不？我绝对振奋开，是毋是啊？呢，1907年都搁重新办理啊呢，补发给我啊呢，对无？我嘛有迄个选举的资格，嘛有领欧米亚的资格，啥物货我拢有啊。啊，为何我奈阿奈母甲今日我的会员拢退掉，我的劳保拢退掉，我有大大的不服。